喂 ，Eric， 而家咧要颁发咧三个重要嘅大奖啊，就系、是、最优秀流行男女歌手奖啦，同埋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啊。系啊，所以我哋呢一 part 咧嘅颁奖嘉宾嘅份量都系非常之重量级噶。咁我哋有请殿堂级嘅歌手，亦都系我哋旧年金针奖嘅得主欣妮。有请欣妮小姐。哇，好靓啊！欢迎。慢慢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，慢好，小心啲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优秀流行男歌手啦。我中意嘅陈奕迅。哇 ，Eason。喂，记唔记得我哋啱啱开始嘅时候，话你而家越嚟越犀利，都系我有教佢教得好，先至有今日啦。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好，麻烦欣妮小姐帮我哋咧，将呢个奖座咧就系颁俾 Eason 嘅。Eason， 多谢，好开心可以喺欣妮姐姐手上颁呢个奖，多谢。我来到。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？拿着你给的照片。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，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，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识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？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颜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是我，无论受尽多少创伤，无论再要奋斗几次，才共你得到彼岸，为你实现万千美梦，令你样样是心愿能偿，永远再奋斗百千次，闯出幸福快乐香。同我两手相牵，发千分热千分光，燃亮着我的爱，为你照前方，陪你披荆斩棘，为你冲破前途路障，献出千般爱心与至情，一切都奉上。同我两手相牵，发千分热千分光，燃亮着我的爱，为你照前方，陪你披荆斩棘，为你冲破前途路障，献出千般爱心与至情，一切都奉上。唱出幸福